家主，军部来电。您，嗨，齐川先生，我帝国大军现已集结中国淞沪，大战在即，望您挺身而出，为国效命，天皇授御。 1937年8月13日，为阻止日军对中国的蚕食和入侵，中国守军率先对进犯日军展开反击，淞沪会战就此爆发。面对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日军调集海陆空部队协同作战，对上海发起猛烈进攻，上海军民伤亡惨重，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在战火中风雨飘摇。 松浦失守，或华东区域势必门户洞开，半个中国将暴露在侵华日军的枪口之下，而野心勃勃的日军也妄图通过拿下上海，进一步加快侵略中国的速度。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双方都将竭尽全力，战事因此异常焦灼。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 军队青山卫一线发起猛烈进攻，我军防线岌岌可危。岌岌可危？我要的是真实的战况。我战场上还有多少人？日军离我防线还有多远？目前郑局长还剩下不到数十人。
这是被誉为国军最精锐部队的德械师，第一次以正面作战部队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然而也是最后一次。 是让咱们的士兵暂时的后撤。传我命令，暂停进攻。嘿，等一下，给我去查一查，对方增援的是敌军的哪支部队？嘿，虎子，你给我撑住！你有兵，你有兵，到，快！老大。 报告，进来。吕座，金山卫方线怎么样了？刚刚收到最新的战报，猛虎连已经击退日军的进攻，据我们的观察，日军的士气已经被我方压制，短时间内不会形成有效攻势。吴愧为猛虎连啊！马上派幺三四团上去接防，把他们换下来。换下来。对，郝刚要用在刀刃上，猛虎连要像下山的猛虎，不能像困兽盘踞一隅，他们哪里有需要才能叫他们到哪儿去。属下明白。嗯。 幺三四团前来接防，那我们呢？李座说了，郝刚要用在刀刃上，命令你们马上回吕布复命。属下明白，辛苦团座了，保重。快去吧！传我命令，我带小分队去医院，其他的兄弟撤离。是，快！全体集合！撤！传我命令，马上出发！是，各就各位。
您回来了。啊，老爷好。小姐呢？小姐出去了。去哪儿了？还是老地方，荣安医院。小姐说，最近日本人空袭，伤了很多老百姓，医院里忙不过来。她真以为自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怎么回事？妈的，车坏了，下去看看。这他娘的，屋漏偏逢连夜雨。什么情况？电瓶坏了，有备用的吗？没有，我修修看。不用了，啊？下车！下车！下车！ 随旅部覆灭，是，大志，是，带几个人跟我去医院。好，走。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虎子生死一线，而我只能弃车而行的那一刻，并没有想到会遇到我一生中最最深爱的女人楚云。大志，我喷定位，东经128.25度9分，北纬35.15，距离这儿最近的应该是荣安医院，还有多远？大约7-8公里左右。等一下，胡子，胡子，胡子。 来不及了，再这么着下的话，就算倒了医院，胡子也会没命的。那怎么办？胡子答应过我，他不会死的。兄弟们，加把劲！是。哎，等一下，胡子有救了。前面怎么了？小姐。 小姐，不能下去。没事。非常抱歉，我们要征用你的车。征用汽车做什么？我们赶时间。赶时间？你们是逃兵？我们像吗？不太像，但是既然不是逃兵，你们抢车干什么？不是抢，是征用。 大志，留下他们的地址，回头把车送过去。是。哎，等等，既然要用我的车，总要说出原因吧。
救命！救命！把斧子抬过来。他怎么了？他中了日本人的冷枪。你干什么？我是医生，他失血过多，从目前情况来看，必须立即止血，否则的话，神仙也救不了他。你真是医生？你看我像骗你吗？太好了，那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我们需要专业的医护人员。好，我跟你去，时间紧迫，赶紧把伤员抬上车。快，把虎子抬上车，走。马上清理手术室，准备止血钳、血带和麻醉药。好的，好的。你在手术室外面等，出去吧。放心，快，快出去。拜托了，拜托了。嗯。身为一名军人，我已经见惯了鲜血和死亡，可这次不一样。虎子是我的弟弟，比一奶同胞还要亲的兄弟。不止虎子，孙蕊和大志也一样。我们一起长大，一起习武，一起加入猛虎连杀敌抗倭。我就是他们的兄长，不能让他们有丝毫的闪失。随时监控伤情。好的。怎么样？目前他已经脱离危险了。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快一点。好。谢谢你。不用客气，你是军人，理应保家卫国，而我是一名医生，我的责任就是救死扶伤。
那我就不多说了。姑娘，你仗义援手之举，林某他日，定找机会报答。举手之劳而已。有劳了。你刚刚可没这么客气啊。失节从权，刚刚是我们无礼，请你不要见怪。算了，我只是开个玩笑，换做我也一样。你刚说你姓林？哦，林孝，双木林，呼啸的啸。楚玉。 幸会。你们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吗？是啊。你身上的军装我以前没有见过，你们是特种部队？算是吧。好了，你不想说，我也不问了。现在你打算去哪儿？我得马上回吕布复命。对了。 楚小姐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顺路送你回去。算是吧。还有，楚小姐，胡子就拜托你了。我们走吧。哎，等一下，车坏了，你怎么送我啊？不，车已经修好了。你确定？那好，你等我一下，我收拾一下，马上就来。 这是我与楚玉的第一次见面，她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于外表，更源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她优雅大方，果断爽朗，她就像一束兰花，在这充斥着战火的纷扰尘世里淡定而脱俗，美丽而又从容。她有一种力量，一种让你相信的力量，她让你永远相信美好，相信希望。 好像不太爱笑。国家大半沦丧，淞沪岌岌可危。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高兴吗？普希金有一首诗，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读过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在痛苦中冷静，相信明天总会来临。不管现实多么艰难。 我们的心将永远都向往着未来。阴霾总是短暂，一切都会过去。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也一样，就算现在躲灾多难，总有一天会过去的。阴霾不会自己消失，要想摆脱欺凌，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我们自己。但是，只要咱们同仇敌忾，淞沪就不会丢，对吗？ 干什么呢？没什么。对了，你刚说要回吕布复命。是的。很着急吗？是。连吃顿饭的功夫都没有？嗯。15分钟都没有。 楚小姐，你想吃什么？听说霞飞路新开了一家西餐厅，味道还不错。好，你带路。嗯。不过说好了，只有15分钟。嗯，好的。仿佛是上天的安排，已经被战火覆盖了3个月的上海，竟然有了片刻的宁静。 它让我愈发感觉到了这一刻的珍贵和美好，而此时此刻。
我讨厌杀戮，可是我又不得不参与这场杀戮。在战争中，我没法选择。好在吃什么，我说了算。而且什么？素食可以让我的反应更敏锐，虽然只有0.几秒，可在生死一瞬的沙场足够了。嗯，好，我明白了。服务员。 刚刚那些不要了，来一份多菲内奶油烩土豆，还有蔬菜沙拉。喝酒吗？不了，我要开车。两份洋葱汤。谢谢。不知道够不够？我只。 信念，嗯，信念和对信念的坚持，或许是吧。哎，对了，你会下象棋吗？会一点。象棋里面，兵卒没有退路，只能向前。我是军人，我和象棋里的兵卒一样，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所以。 除了坚持，别无选择。不好意思啊，我低估了我自己的饭量。我刚想起来，我一天没吃东西了。没关系，要不要再来一点？不用了。 这个你也吃了吧？我还没有动过。吃的太饱，警惕性会变差。作为军人，这是致命的。服务员，多少钱？先生你好，一共240。给，不用找了，谢谢。我还要回去复命楚小姐，先走一步了。今天有得罪之处，改天。 我在登门之前。嗯。哎，等等，你都不知道我住在哪儿，怎么登门啊？那你可以告诉我。霞飞路34号。我记住了。嗯。报告，进来。 猛虎连连长，一笑，前来复命。考你个林校啊，这场仗打得不错。英雄就应该有英雄的荣誉。一会儿收拾一下，跟我走。去哪儿？今晚上海各界专门举办了一个欢迎晚宴，招待战区的杜副参谋长，咱们呢去看看热闹。属下不想去。为什么不想去啊？没兴趣。哎，我听说。 这次杜副参谋长带了一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你对这些也没兴趣？什么？有新装备？反正你也没兴去吧？有，有兴趣。那去不去啊？去。<笑>你小子，跟我走。<笑>马上打电话到荣安医院看小姐在不在。哎，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 爸爸，还知道回来啊？爸爸，又是担心我了吗？你再不回来的话，爹就要报巡捕房了。哎呀，好了，我这不是好好的。那几个当兵的，没为难你吧？人家是军人。
又不是流氓无赖，他们有一个兵受伤了，我又恰好是医生，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就算要救人，那也轮不到你啊！仗打到现在，每天死伤的兵有成百上千，你管得过来吗？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是如果咱们只顾自己袖手旁观的话，那些军人凭什么为了咱们流血牺牲呢？也是替你担心啊，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给你死去的妈妈交代啊？啊，爸，我知道你最疼我了，你放心，以后我都听你的好吗？好，那你要是听爹的话，那就赶紧收拾一下，今晚陪爹到富丽宫酒店去。去那儿干什么？爹今天晚上做东，在那儿办了一场慈善募捐的晚宴，来的都是一些商界名流，还有党国大员。别的时候爹不管你，今天晚上我可以疯疯癫癫的，打扮得正式一点，啊？知道啦，今天晚上我就做个淑女。嗯。心事？没什么，我只是担心这次前来督战的老军的大员有些来者不善，因为这位杜副参谋长之前呢与我有些过节。你知道，我部原本是政府的警卫部队，与中央大员接触的机会很多，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有眼力，很快就能获得升迁。当初杜副参谋长找到我，想把他的内弟安排进来，想做我的副手，被我拒绝了。我知道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得罪了杜副参谋长，他心里一直没过去这坎儿。就算如此，可现在政治国家危难之际，又怎能因私怨影响大局？吕总，你是不是多虑了？人心难测，但愿我是多虑了吧。里边请，里边请，请里边请。七师第四旅旅长洪铁，率部参见参谋长。李毕，洪旅长，你不需要在全线续守吗？怎么会有闲心来这儿？属下此来，乃受楚先生之邀。我听说参谋长要为前线抗敌将士邀功授奖，跟随属下过来的都是淞沪前线上铁骨铮铮的英雄，这样的荣光，他们当之无愧。洪旅长，你呀，真的。爱兵如子啊，令人钦佩。不过呢，身为军人，为国守土本来就是你我军人的本分。参谋长说的没错，军人就应该为国浴血。但是我们今天想看看让我们舍命的都是些什么人。这名军官是谁？
我从他不屑的眼神中看到了不满和愤怒，同时也看到了和我一样的对家国的忧患之心。 眼前这个人充满杀气，像一把随时要刺入敌人胸膛的尖刀。我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巨人，他应该在践行着与我一样的理想，那就是作为军人，理应战死沙场。 对抗战的热情真的非常高涨啊！参谋长，所言极是。参谋长，属下有一事相求。什么事？你说。属下想离开军部，前往前线。哼，你想离开军部？是。雪寒，我跟你说，有些事我可以同意。 这件事绝对不能答应。为什么？你是黄埔第十九期的高材生，留在军部会大有所为。你可千万别拿你的前途来开玩笑。可是属下认为，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如果一直在军部里面纸上谈兵，那有什么用？你呢，还是太年轻了，有些事过几年之后你才会明白的。再说，您是校长官的亲职。 如果把你放出去的话，有什么闪失，我怎么交代？我叔父那边，我自己去解释。别再说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哎呀！ 杜长官，辛苦辛苦啊！辛苦了，辛苦了，来，给，来，给我。杜长官，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杜长官，你别请，好。 请坐。诸位，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淞沪战区司令部副参谋总长杜长官来此，与上海各工商界人士。 各位同胞父老，今天杜某到此，所为何事？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淞沪一战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面，我们大好的河山生灵涂炭，千万百姓流离失所。 卢沟桥到淞沪，短短这几个月里面，日寇他们的铁蹄已经踏过了半个中国。如此下去，
我们的国家将真的不国。面对这样的困境，委员长痛下决定，全力阻挡日本军队推进的节奏。我们将集结精锐力量，将日本人拦截在淞沪之外。我希望同胞们可以和我们共同进退，拼死保卫淞沪。我相信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们这场战争肯定会赢。我们上海各界一致决议，全力支持淞沪一战，誓与政府和中国之守军共进退。共进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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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进退。山河雪景。